美食是上天赋予人类最好的礼物，每天换个味道，生活会更加美好。 FOCO 越南小馆将当地传统的鲜虾料理搬到了上海，除了本帮菜、粤菜与西式餐点之外，这一个属于东南亚的特色菜肴也在这座城市扎根，成为民众的选择之一。可别以为越南料理只有河粉，虾饼和鲜虾手卷更是一绝。在香茅和柠檬叶的衬托之下，虾子的鲜甜完完全全展现了出来，滋味更胜格陵兰出产的北极甜虾。若是站在街道上看着一间间餐厅不知该如何选择时，就到这间越南小馆吧，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。